1965-8482 1965-8482，顾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接下来请收看《生命法语》。都接受上司马尔巴时，米勒日巴还有一点傲慢，因为伊学咒术的时学得真紧，又阁真有力量，所以伊感觉学习佛法应该嘛会当真紧证悟佛果。马尔巴知影有安尼傲慢心，到达伊个时就非常严厉，予伊各种考验、折磨以及苦刑。马尔巴爱伊去高赞老馆的厝，去买好的时，就爱密勒日巴拆掉，安尼不断不断地去又个拆，非常辛苦。但是密勒日巴的信心非常坚定，伊为了得到上司的考察，绝对无爱放弃。虽然过程中马尔巴一直无爱传话予伊，但伊对马尔巴始终无升起任何邪见，嘛无后悔，只是不断承受苦行。密勒日巴传记中也讲到，伊的身躯因为起初爱石头而受伤。
伤口结疤，特别好时，又搁因为不断搬运，搁再受伤等等，就参存记上第二句所讲，以大可行，处我圣上师。那呢？为什么苦行会当让上师欢喜呢？上师最主要是爱看弟子的信心甲虔诚心。马尔巴大耶稣对密勒日巴的考验，被密勒日巴的虔诚心而感动，有时就传给伊各种口诀甲修持方法。精进求立成就欢，就是说弥勒日巴的生活非常辛苦，无任何食物会当食，只会当食刺草，一心精进的修持。而且报一行者密勒尊，是指密勒日巴是一位穿着薄布衣的行者，象征伊修持绝慧的成就，所以唔惊寒冷。喜马拉雅山区是非常冷的，一般人穿薄的衫裤拢会冻袂掉。但密勒日巴无论是热天、冬天，拢只穿着一块薄衣。所以称伊为布衣行者，机车布衣行者就是机车密勒日巴的意思。这四句偈就是密勒日巴一生的功德甲传记。
三不八听闻书名生信心，咱爱对教法的作者或者祖师有一挂了解。如果无认识这个祖师，唔知因有偌尼殊胜的话，嘛真歹对因所传落来的教法，先起强烈的信心，或者是珍惜。六日巴之所以殊胜，是因为伊的老师马尔巴达耶稣非常特别。弥勒日巴跟随马尔巴学到非常多珍贵的口诀，在弥勒日巴这么多珍贵的口诀的歌，所以现在还可以流传他的法教，还可以让这么多人修学以及传承下来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有很多非常好的弟子。举例来讲，犹如太阳一般的地主甘波巴，也还有如同月牛一般的地主热琼巴等等。弟子将法教完整地传承到现在，其中上重要的就是如太阳一般的弟子甘波巴。弥勒日巴的梦中，曾经有金光海庙解受记，
将来会有一位如同太阳那一般的地主，就是甘波巴大师。透过一四句句简单介绍甘波巴大师的故事，以大乘法参加做圣贤，以大手印法开显正悟，遍满顶动虚空大事业，而且礼佛大成就家尊。第一句，以大乘法参加最圣贤，这句是讲甘波巴大师本身就具备了大乘菩萨的种性千灵。透过佛法次第的修持，尤其是接受了密乘的佛教，比如大手印的教法、深深的纳洛六法等等，透过安的修持，让伊大乘菩萨的种性完全开展。甘波巴大师的大乘种性，或者说以菩萨千灵的开展，有很多的阶段。第一阶段是以升起处理心的那一刻，即甘波巴大师以前是在家人，有某以及一男一女两个囡仔。伊出家前是一位真好的医生，但后来伊的太太甲囡仔小连煞过身啊，所以对人世间升起真强的出离心，而进入佛门修持，最后复兴事业，功大得遍满虚空。Thank you.
三，厝内底人过身对伊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，嘛是伊先去处理心的重要时刻。在迄一刻，也开启了伊的大圣众生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我们福建人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，初一十五初二十六会在门口点一支香，那这一支香点在上面的哦，供养玉皇大帝诸神，点在下面的哦，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，所以希望各位把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继续努力做下去，每天晚上至少点一支香，放在塑像门口给那些可怜的众生，你愿意再点一盏灯让他看到极乐世界，那更是庄严，你愿意布施一杯水又放在旁边，那更是慈悲，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，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，你心灵改变了，世界也跟着改变了，愿各位经常慈悲因供，慈悲施食，阿弥陀佛。新逢准提菩萨圣诞，举办八关斋戒法会暨修持准提法门。佛为悯念未来诸众生的缘故，宣说过去七句之准提如来等佛母准提陀罗尼。若有四众受持此咒，满九十万遍，无量劫来五无间等一切诸罪，悉皆灭除无余，所在生处皆得直遇诸佛，所有字句随意充足，速得成就无上菩提，修持准提法，蒙诸佛庇佑，光明广遍照，灭罪增福慧。恭请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4月27日星期二上午8点半开始，下午2点念佛共修暨准提法修持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3 0398983898686 0398983886 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，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。新逢释迦牟尼佛佛诞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兆倍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恭送玉佛功德经、金刚经暨佛前大供，恭请广护法师领众，日期5月19日星期三上午9点恭送玉佛功德经暨佛前大供，下午2点恭送金刚经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039898386 0398983886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。善用慈悲的能量，勇于承受他人的苦难，就是在消除我们的苦难，所以慈悲是消除苦难、体悟佛法的不二法门。
直下体会无我的教义，相信自心那份清净圆明的佛性，就能勇于承受世界的苦难，承载众生的苦难，如此就是一位真正的菩萨。我觉得现今的社会比古时候好修，古时候没有媒体，你根本不知道其他国家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只能在你的乡村或左右听到一些生病啊，听到有一些问题啊，你升起悲心。但是现在这个世界，电视打开，报纸打开，一听到了，哎呀，分分秒秒都在受苦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不能把我们所谓的悲心只在我家里，我儿子，我祖先，那当然要关心啊，但是你要扩大，所以不要自私，不要只想我要快乐，我要想的是众生的苦，时时刻刻愿这些苦难都融入在我心里面啊。所以各位，每个人都有这个力量啊，当你去感受体悟众生的苦，升起悲心的时候，你就走入佛的心。这个慈悲是开悟的不二法，勇于承担众生的苦难，你就是个菩萨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Thank you.